先把这个机器反过来放，然后把这底板螺丝拆掉。底板螺丝拆掉之后，可以把这些线拔掉，这个主板的这块，这个线拔掉，拔掉，拔掉，然后再把这四个螺丝拆掉。拿下来，对啊，然后换个新板子上去，换个新板子固定好，然后把这个水中公插头拆掉，然后铜柱把它拆掉。拆掉再换个新的就行了。换个新的，就是这个线头接在这个地方，接在这个上面，刚才那个接在下面这里。拆开你说看。另外一根是接这里，不要接错了，这两根线。